猫和狗。那是什么声音？哦，是只小猫，你迷路了吗？爸爸，看那边，前院有一只小猫。哦，大概是邻居艾玛太太的猫。他的猫不久前生了几只小猫。太好了，我的小猫在这里。你好，夫人。我以为这是一只走失的小猫，所以我刚刚在照顾它呢。谢谢你，马修。你喜欢猫吗？我爱猫胜过一切。那你想要留下这只小猫吗？我正打算找个家庭收养它。真的吗？我当然愿意收养它了。爸爸，我能留下他吗？我会好好照顾他的，我保证。我们得问问你妈妈的意见。至于我，当然是完全赞成的。哇哦，太棒了！我会跟妈妈说的。是的，我也会跟她谈谈。太谢谢您了，艾玛夫人。那我就叫你小艾吧。对了，这个名字再适合不过了，因为你太可爱了。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小猫咪，我们会成为最好的朋友。